完了。有一帮脑残粉，知道吧？然后之后他又当又立，没毛病。是真的没毛病吗？众人后面更是各种口嗨的飞起，但是说晚秋的粉丝都是脑瘫，这就口嗨的有点玩火了。你们真是老王的好队友，本来老王是能等事情平息了自然走，和你们火上浇油是逼他明天就撒手。这件事很快也就如晴天霹雳一样传进了晚秋的粉丝团，被说成是脑瘫的结果那自然可想而知，群里直接炸锅了，于是就有了昨晚晚秋差点开专场，老王火速前来连麦甩锅队友澄清并道歉的事情。事已至此，老王又平白无故地得罪了一大批路人。好了，哥哥们，你们觉得这次老王是无辜的吗？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下吧。